此这个今天为了你，陈家班还更加送你这个礼物，我们一起来看看画面好不好？好。我是王耀，我跟大哥呢是1977年成立陈家班，等于是第一代陈家班的成员。哇，79年9月1号加入陈家班，1982年加入陈家班，1984年吧，30年前我加入了陈家班。进了陈家班都要身手很好的，可以摔，可以打。现在离电脑动画啊那么先进，那么发达，但是那个时候的陈家班真是拼命的。我差不多每部戏的时候，我都会把它弄伤了，弄受伤了。你看他的有些动作，全是一个镜头跟下来的。那个真的是梆一声，那就出去，你弹到桌子，梆就弹到地上。那时候还没开工做动作，准备一个救护车在外面停着。那时候有个女朋友吧，为什么分手了？她说：“哎呀，你上班之后，我都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命回来这样子。”我们的精神就是说，摔不死打不死，就拼命的干，干到现在。他不管你公务多好，你只要不重情重义的话，就已经没有办法进入陈家班。忠孝节义这些有一环，你没做好就被他开除了。你看陈家班没有一个坏德性。我进来陈家班已经30多年，我希望你们年轻的一辈听我说这句话，我没有后悔我在陈家班。大哥他从小就是那种武行性格，就仗义啊，哥们儿。我记得那时候他还没红的时候，我当他的副指导，还有一个叫彭刚的，我们两个人跟他。那时候他薪水才几千块港币，完了指导才12000港币，他分成三份，他自己拿10000，我跟彭刚也各拿4000。那时候我们都20来岁嘛，在台湾买房没钱嘛，就跟老大讲，那时候台湾房子100多万嘛台币，他说那20万，你就去首付吧。那时候他没什么钱，刚刚闯出一点名号。他送了一个汽车给我，我就一路开着，那个时候就会想着大哥。我很想送他一面锦旗，就是永远的师父，近在不远中，就想深深的抱他一下。我希望他活100岁，才能照顾所有的兄弟百年。陈家班都40年了，好多好哥们儿都已经是好久好久没见过了。大哥，好多谢你当年俾咗我咁嘅机会，所以今日我呢个平台有好多人认识我，像话佢哋知道我系跟大哥出嚟。大哥，多少年了？40年。40年。哎，有很多好久都没见。对，每个人讲的都是从心里面讲的话，大家都很想跟你坐一块见个面，你想他们吗？是。40年，他们跟我出生入死，断手断脚，一早5、6点钟就进医院，这些都没有人知道。今天就算我拿了奥斯卡，这奥斯卡是跟他们分享。到今天，我们可以在世界闯出名堂，有一个陈家班，现在变成7组人。
而且看着一个一个老去，自己也老去，看着一半一半的成长，看着这边起来，哇！谢谢你们。谢谢谢谢，好久没有见了，兄弟们，我希望每年都可以有这个机会，大家一起真的手到手掉了，在一起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，多一天是一天。谢谢你们陪我这么多年，谢谢你们，谢谢陈家班。谢谢大哥，谢谢。